40万，你看，这颗就是 K2， 2017 K2， 它绝对是 K2 啊。因为它出来的点不跟其他星星一样，反正它就是 K2 了，很像一个杂讯一样。今天有点意外，现在有点意外，有点临时起意，因为最近有一颗亮度9.1的彗星，很暗，但是我没试过我的 H3 可不可以拍到，我印象以前只能拍到七等的海王星，但是9.1的话 ，H3 应该可以，只要现场够暗。走吧。GG 啊，这种云太多了。OK， 这一颗应该是天蝎座了。那接下来继续一次到位，天蝎座，星宿二是这颗吗？对，两颗，左边三颗，这边有了三角形。我要找 K2 了。三角形，继续往上爬。三角形上面两颗一颗，好。右上方三颗，四颗，好。左上方三颗，好，爬上来了。上面一颗蛇夫座要跳上去吗？蛇夫座这边有三颗，蛇夫座，哎呀，三颗漂亮，三颗，蛇夫座再两颗，对，然后这是23蛇夫座，左边一颗三十蛇夫座跳得过去吗？30蛇夫座，哦哟，在这个。这个范围内抓到了，这是 K2 2017 K2 2017 K2 在这个地方，2017 K2 哇，9.1耶，星等9.1，蛮高的，这个位置还蛮高的，幸好天蝎座跑出来。他们是移动很快啊，我 check 一下，是移动很快，我只觉得好像位置跑掉了，是我相机镜头去晃到。基本上，对嘛？对啊，这三颗在这里才对。好，这三颗嘛，三颗为基准，然后51000的这一颗彗星嘛，2017 K2 有拍到，F2.8， 然后 ISO 51000的。30分之1秒，9.1呢？9.1拍得到。